声问候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，二拜诸菩萨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，三拜诸护法金刚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散印，四平等一起受。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。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，请长老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，请教授师法师上座，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。介绍贵宾，今晚的同修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。欢迎真佛波耶藏执行长周慧芳律师，欢迎李嘉玲医师，欢迎张新义医师。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师尊好，弟子莲花静心，来自文莱，今天是第一次来下图，感恩感谢师尊，弟子第一次来师尊，很感谢师尊，真的我等到很久很久了，今天可以来到见师尊，我真的很感谢师尊，谢谢师尊，祝师尊佛体安康，谢谢。欢迎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就有无事处。好，师尊好，欢迎您。弟子莲花家豪，来自文莱，感恩师尊加持，可以来到下图见师尊。祝师尊佛体安康，感恩师尊。欢迎，隔壁，谢谢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诸位上师好，法师们好，同门好，我是莲花叶仙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感恩师尊加持。欢迎，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碧伟，来自新加坡，莲花碧伟，不好意思。欢迎，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莲花一平，我来自新加坡，非常感恩师尊把爸爸接引到佛国净土，非常谢谢师尊。欢迎，好，后面谢谢，麦克风传到后面，谢谢。师尊晚安，我的名字叫温静，来自文莱。好，欢迎。好可爱。我是温瑞丁。好，欢迎。小女孩，还，请问龙边还有吗？啊，虎边好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，大家好，同门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莲花丹宁，是草原的高个子，好久没来了。好，欢迎，谢谢。师
师真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莲花雨黛，我和姥姥和妈咪来自长光北卡夏洛特长光来到市来的。我说完了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好可爱哦。师尊好，然后师母好，然后我叫黄延熙，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，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谢谢。好，欢迎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我是莲花嘉玲，来自台湾，这是疫情完之后第一次回来西雅图的样子，谢谢大家。欢迎，好，李律师。还有吗？那啊，后面好，谢谢。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莲花雍金，从印尼雅加达，阿弥陀佛，欢迎。啊，还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、世界各地众上师、教授、师法师、贵宾同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